我不知道你那个为什么会一直这样乱跳乱跳乱跳啊！你如果觉得有响声的话，我们就把这个底壳拆开看一下。一、二、三、四嘛。把这个有响声的用螺丝刀拆开嘛。拆开完了，我们把这个打开。打开，我们这就可以看一下嘛。对，看一下这个，我们在通电。单独我们现在单独一台控制一下，你看一下，就是你看我们单独控制一下，看到会哪里会不会响？你看单独控制一下，看到有就是有噪音的，你单独控制一下，把这个壳拆开看一下，这样子。不要连在一起，你单独控一台试一下，你看，看它有没有这样的噪音。我感觉你那个走的有点不正常。如果是这种的声音是正常的。单独试一台，把那个响的调出来试一下。看有没有碰到哪里，没有看，单独试一下。看到那个噪音，它那个出在哪里，发自哪里？单独试一下嘛，把那个壳拆了，听一下在哪里？就这样子，你不要连在一起，单独试一下。正不正常？